哎呀，哭啊！我刚刚捡到一个精良的古刀，在海岛上找到我们一只训的龙。海岛上，什么海岛啊？怎么玩海岛？这个舵哥也很心疼啊，荷兰人我也很心疼，都很心疼啊，都很心疼。哎呀，这个舵哥呀，哎呀，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哎呀，顶级风神也死了，被我们干翻了啊！装逼啊啊！脑残玩，你妈脑残玩，我让你干，真的是打出感情了是吧？我看他们一头风神怎么办？呜呜呜呜呜呜呜！气不气啊，豆哥呀？气不气荷兰人？还是德国人？你们以为你们两个人连在一起，我得打不过你们呢？哎呦，真受不了，真他妈受不了！哦，真解恨啊，真解恨！哎呀，真是！那老外在看我直播，老外在看我直播，用风神追我，追着追着他妈掉线了！哎呦我操！他妈掉线了，风神让我杀，让我们杀了，个逗逼！我还看我直播呢，还啊？看着爽不爽？看着你的风神被我杀爽不爽 ？Fuck you man！ 你妈！哎呦，谢坤哥，谢谢！哎呦，哎呦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等我一下，把卡掉了。有意思，宝哥下去了。不是全部掉线了啊！那个杜哥就更搞笑了啊！杜哥就更搞笑了。杜哥他搞笑在什么地方？他搞笑的地方是啊，他自己做了一个船，全做刺啊，自己做了一个船。杜哥做了一个船，想卡我位。他从早上九点钟做到现在，做了将近他妈七八个小时啊！做完了之后呢，一过来他自己被他自己刺死了，自己被自己的船刺死，然后船被我打爆了。哎呀，我的天！爷爷妈，我能怎么说？我能怎么说呢？啊，是不是？你让我说什么？让我说什么？自己把自己给刺死了！我的天，还跟老子玩卡位！你爷妈，卡习惯了。哎，这边是什么船？老外的吗？是老外的吗？看一下。看一下。是咱们的。是咱们能打我自己人呢？少打咱们。走吧，走吧。啊，国人船，国人船。啊，谢汉界。啊，国人的。哎呀，我的天啊！尼玛啊！我等会看老外进来的。哇，我的风神，我的心好痛！哇，我的心好痛，我的风神翼龙啊！这两个狗逼，自从男巨死了之后啊，他们封神就最后两个了。他们现在还有一个两百级封神，其他的封神垃圾，就六七十级的，你们逮到就是一套，直接秒，真直接秒。他们为什么不是两只一起过来？他们只有一个人过来了，因为我这船什么都没开，我就开了一个投石炮。我跟你讲，如果，你看宝哥。如果刚才我们几个食人花船走一起的话，那老外绝对不会看我直播过来，所以我们单独开船是很有用的。对，到时候啊，这样子，我们单独在外面开船，然后几个船埋伏在丛林里面，他妈老外一来，我一个流星锁链，我操，最后一个风神也解决，对不对？瞬间冲出来，给他们玩点战术啊！他不是亏屏吗？他亏。谢小新送的这个荧光帽，我就开一个船出来，哎，我其他战船全不开。哎，爹妈，让他逮来，让他逮。哎，谢小破孩，你打一次死一次啊？打突击战咋嘛？对呀、啊，打突袭战呢。谢谢我们的洛丹送的大蓝星。那老外他们脑子有问题，转不过来。不是不解毒，没有霸王龙解不了。没有霸王龙解不了。死了，他还有一个一百来级的，还有个六十多级的风神，还有两只了。六十多级的风神，我的妈！十秒钟带他飞，六十级。今天我在操家的时候，这个豆哥还在嘲笑我说：“哈哈哈哈哈，掉线了吧？”哈哈哈哈，妈的！这他妈嘲笑谁？你妈你自己不也掉线了吗？啊！
他妈嘲笑我掉线了啊！我掉线无所谓，我尼玛，你掉线你封神死了啊！谢谢 HOT， 谢谢，尼玛，那个霸王龙被你说他上线了，谢谢华强送的两个大厅。我今天早上还训了一头92级的霸王龙，训完100多级，100多级霸王龙可以练到200级的，顶级的那种超牛逼霸王龙，那种超牛逼霸王龙也被国人给杀了，所以下午啊。哎呀，把我气得要死！正在生气的时候呢，啊，这老外这个封神过来了，啊，送了啊，开心了啊！哎，老外杀了我就不说什么了，中国人杀了我肯定生气了。谢谢小虎牙送大屏，谢谢。霸王龙被中国人自己人杀了，谢谢名字。哎，这老外有意思，老外知道我不开心，对，老外知道我不开心，老外说我在哭，你妈！尼玛，过来唱了首演员，故意送给我的是吧？让我开心是吧？啊，谢谢落单送大蓝星，谢谢解气啊！我操，真他妈解气啊！这个封神，真他妈解气啊！啊，谢谢牛哥，谢谢，唱了首演员，尼玛，嗯嗯，哦，谢谢小 H。是两个老外打我们，一个是 dog， 一个是荷兰人。那个荷兰人他妈过来掉线了，然后他妈的把我杀了，他掉线了。然后他啊自己船上全做了100多根刺吧，啊他自己把自己刺死了，啊、刺死了我把他船爆了。哎呀，谢谢 K 哥，听你把这两个都是逗逼，都是逗逼啊，因为他们在亏我屏。看我直播知道我在哪，想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啊，他觉得他们准备好了，其实他们并没有准备好。谢谢雪山离哥，哎呀逗逼啊，我操逗逼，哎回归大自然啊，哎真爽啊，谢谢我们的逗逼陈，谢谢，今天晚上是真爽，今天是真爽，今天晚上太他妈赚了，太他妈赚了，那老外战斗力削弱一半呢，老外战斗力就靠封神，南剧早就被我们杀了，南方巨龙兽不行了，被我们杀了，顶级南剧哦，顶级南剧，哈哈哈哈，你妈，现在又是顶级封神哦，顶级封神，哦哦，我的天哦，荷兰人没抓到啊，没抓到，自己作贱，对自己作贱，自己贱，谢谢鳄鱼送大瓶，谢谢鳄鱼。千里送封神被单杀，哎，人算不如天算，真是。船上怎么还有一个别的部落国人？别的部落国人，啊，运回去吧，把别的部落都运到死亡岛，让别的部落在死亡岛发育。对，我们保护一下国人。你们要是觉得发育不起来啊，这个死亡岛就是你们的乐园啊。老外来了，我们帮你们干，我们帮你们倒。啊，谢谢爱心送的669，谢谢爱心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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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这封神解气啊！我尼玛太解气了，不是传说的封神平台，就普通的封神平台，普通的封神一龙平台。为什么呢？就为什么呢？这谁啊？大老爷们儿。谁呀、啊？有病啊！老打我！哎呀，霸王龙被杀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传说的嘛，不可能，还传说的呢？哪那么多传说？这游戏玩一年，游戏玩一年都没有一个传说、啊、好吗？还传说的、啊，吹牛逼，就白色的，肯定白色的，想都不用想。游戏玩一年，我尼玛你都不一定能找到传说的封神、啊，好吗？没有火了，我存箱子里面去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是传说的吗？不可能吧？啊，我等我回去看一下啊。传说晚一年啊，你妈，我的天，是吗？你妈传说安，他妈的几万块钱。几万块铁做一个，你们确定？
而且要找到图纸，找这图纸都他妈的找几个月，还看运气啊，这几率万分之一啊，几率万分之一，还他妈做起来几万个铁，几万个铁啊，你开玩笑、哦。哎，宝哥，你看《封神一龙庵》了吗？宝哥，我这观众他们都讲这《封神一龙庵》传说的，需要几万个铁才能做，确定吗？你看了没？看到啊。我刚看了，明明是白色的，我也不知道。他们说传说的，这要真是传说的，操、啊，那无敌啊！真是无敌啊！你妈一年都难搞啊！这传说图纸，就不说材料了，啊、这图纸都搞不到。传说安咋那么快就打死了？对啊，传说安没有那么快打死，传说安防御好鸡巴高，好鸡巴高。啊，封神到时候搞嘛，现在搞不了，现在搞了封神也送的，搞了封神也送的。你要真想搞封神，我们花个一天时间，一天花个二十个小时搞一条封神没问题，多搞几个翼龙，训蛋训饲料，但是训了之后又被老外杀啊，咱们先建家，咱们把这安拿着啊，就把它存好了，把它存好了以后把这个荷兰人打爆了，再训对吧？再训哈，那就好啊。啊，那是泰坦龙呢，昨天刚出的新龙，超牛逼，哥斯拉，超屌。那操家呢，哥斯拉？不知道，这个泰坦龙一级就15万血，一级就15万血，那很牛逼啊，那是很牛逼啊。对啊，一级15万血啊。他妈十级不是150万血？150万血在官服什么概念？什么概念？我那东西，那东西不好升级啊。所以啊，这服务器整个服务器只有三条，只有三条，老外也不知道怎么训，老外也没训呢。咱们看到那条的是四级，这不算什么。蓝巨两脚狂暴，踩蓝巨两脚狂暴，这么牛逼啊！秒杀，已经无敌了，这东西无敌，这东西无敌。这空城，这个泰坦龙拉那个屎。比一头龙都大，就拉那个屎，是吧？我这个是真牛逼啊！啊，昨天我在那捡他拉的屎，然后一脚把我给踩死了，捡屎都不行，一脚踩死啊！我操！范围攻击就跟地震似的，你踩一下地震都有伤害。那他套家的话，那不是几脚踏平了吗？几脚踏平一个部落？他那个家两三脚就没了，但是好像不能操家，这龙不能操家，野生他不操家，除非是我们驯养之后操家，那要是老外驯了，那我不死了，移速慢，老外驯不了，不知道怎么驯，老外要是驯的话，我们一定过去骚扰，你妈，绝对不让他们先得手，他们得手完蛋了。这你妈老外不能训啊，老外不能训。哎，这个比这些诺言，这个是真无敌。扛食人花无敌，怎么叫扛食人花无敌啊？这狗逼龙一脚一踏，你妈吃房子倒，房子都直接倒。食人花算个球，你妈！我告诉你们，食人花的攻击力，这样的食人花它是一秒钟射两炮。一秒钟射两炮，一炮是打10滴血左右，10滴血，十个食人花一秒钟200滴血左右，200滴血。我们船上呢，战船5个战船，一共50个食人花，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套中封神，只需要打他30秒，我们所有战船全部开出来，套中封神，只要封神敢跟我们这边打，三十秒钟送他死，这点点这么算就可以了。差不多哎，投石机啊，投石打什么呢？投石机打和，打谁呢？打泰坦龙吗？打那个吗？那个泰坦龙它不攻击的，你打它也不打你，啊，你要被它踩到你就死了，这样的，你没有驯服啊，你又没驯服，它就跟那个梁龙一样的，它不攻击人，
你要被他踩到就死了。对，就这么简单。和平训九十五级吧，他妈我们这服务器没有九十五级的人。没有九，我多少级啊？我妈六十一，我还有三十级哦。我天，不过大老爷们升级是真快啊，大老爷们四十九级了，升级真快啊，怎么被打飞了呢？哎，这个黑人不是我们部落的吗？这个黑人，这个黑人天天在线，天天在线啊，好玩不？这游戏好玩不？啊，大老爷们，前天你就一级，你妈今天四十九级，还好吧？还好吧？这个人老是手痒，老打人，拉你呀、啊，拉你呀、啊，不是要三十级带条龙，你自己发育一下，在岛上自己发育一下好吗？你进他们的部落，进他们的部落，做个管理吧，有好多门都打不。进他们的部落去，进他们的部落。楚大，给我上个管理吧。你要慢慢学啊！你今天说的话都完全新手啊，你完全就是新手啊，啊。在学啊，我不玩的时候也在看你直播。要慢慢学，慢慢学，你这。你妈你，我刚才操个老外家，你说哎这好像中国人家，这你妈箱子里面是中文的，我你妈，你的玩的游戏中文版当然是中文了，你跟我来句这话，我你妈，哎这个有个洞哎，那个有个洞哎，我的天，我你妈那是什么玩意，你妈，这些执着送的十个好萌，我们看谁都是中文的，脸都糊了，别说了好吧。哎呀，你还知道丢人啊啊！四十九级了，这都不知道。我操！谢谢执着，怎么练的级？我天妈，怎么练的级？我都不知道。主要是怎么练的级，我这几天一直升级，新手上路，腾云驾雾。新手上路，腾云驾雾。你说其他新手升级要你快就好了啊，其他几个又不经常玩，他妈几级的又不升级，还老司机，你看我信不信你？来。老司机出下了，明天你这个五级升到四十级，我就加你，不用你驯龙。老司机一天到五十，一天到五十，什么叫老司机啊？啊，一天到五十级。谢谢王佳佳，你这个老，我看到很多人都说老司机，哎，组我老司机，我他妈一组你坑的要死，你妈，哎呀，这个不对，哎，那个不对。这个装备拿一下，那个装备拿一下，你妈工程用的物资随便拿，我操，还老司机呢，我你妈，还有人名字取老司机，老什么司机、啊、不会就学，你妈没人笑你好不好，我们带那么多新手，谢小萝莉，那谢谢我们的帝王，你看这个毛蛋子玩了好几天三十二，大老爷们你妈练得快，因为你在线时间不长，知道吗，毛蛋子？你知道吗？你不怎么玩，你每天也就玩两三个小时，又不通宵，又不改材料，你等级当然慢了。你看我就今天一天玩一天这游戏，还有前天一天玩这一天这个游戏，其他我每天就玩三个小时，我他妈都六十一，你多少级？你玩的时间都没有我长，是吧？谢谢小妖。所以啊，你们自己多玩嘛，自己多玩就可以了，自己玩时间，而且这两天就是比如说今天跟明天呢可能就是玩完方舟，然后可能后天呢我就要去播其他单机游戏了，然后每天晚上就玩个三个小时，知道吗？啊，其他到时候要你们搞啊，你们会搞不？嗯，你在上班的时候上线玩的，那你玩个球啊，那老外打过来了，那你妈你还在上班那怎么办啊，是不是你自己想嘛，你晚上不会玩吗，回家的时候啊，谢谢不是传说安我做屌送你一百个六，谢谢传说安的，还你自己想，今天早上你妈十点钟老外打过来了，我操，好不容易把老外打跑，你们都不在，我操，哇你妈几个开船的都不会，还好你妈反打回去了，你妈不反打回去他妈死定了，那早上十点钟的时候，我他妈孤军奋战，就我一个人，那就我一个人，你妈！那谢谢点点送浪。哎，什么游戏？
游戏叫方舟，方舟干老外，干老外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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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哎，还有旺子也在。哎，这个大门谁做的？这个大门，这大门谁做的？哎，怎么后面掉那么多人？大门谁搞的？打了吧。那个，我去那个船上看一下，看一下是不是传说安，是不是传说风神翼龙安？要是传说风神翼龙安的话，真他妈的，就不说别的，彩铁每天主播就直播铁，就直播彩铁，就不算其他物资，就算有图纸，彩铁他妈的，他妈的都要踩他妈的三四天，三四天，所有人彩铁三四天，一万块铁不几万块铁，三万块铁吧，传说。哦，还有他妈的龙皮，龙皮也他妈，龙皮五六千张吧，把上万张，一万张皮，杀多少龙？杀多少龙？我你妈！还有这物资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我死了。我你妈一百级迅猛龙好想养啊！妈的，我累晕了！哎呀，我累晕了，我累晕了！别拿我东西啊！别拿他东西啊！这敌人点刺的萌，我去看一下那个风神翼龙安干杀了老外，风神翼龙安。我你妈真累晕！我操！我操！哦，行好，我去看一下。哎，那个我们传的那个红 QQ 啊，我们传的是传说的吗？那安，这迅猛龙好烦人哦。紫光不要，垃圾，没有什么好东西。豆哥去哪了？豆哥被我们打爆了，船被打爆，上去哭去了。豆哥在哭。Let me go！ 哎呦我操！我是跑反了呀！当初为什么来玩官服？打老外啊！要打老外吗？不玩官服玩什么？无聊啊，私服无聊，玩不下去了。妈，私服你妈玩不下去了！私服之前妈每天训训龙啊，大不了做做活动啊，感觉做活动就。就感觉没有 GT5 那种感觉啊， GT5 做活动自己玩的也刺激啊，有时候这个方舟这个活动嘛，怎么感觉自己感觉不好玩，没意思，没意思的啊，就过来打，就过来打官服啊，对不对？好玩呗。官服虽然我这么跟你们讲啊，方舟这款游戏啊，官服你可以这么理解，无论是采物资也好还是干什么也好，你看一天你会觉得这个游戏非常无聊啊，或许你看到老外打架了，哎，或者是特别刺激。如果光采物资的话，你看三天，你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做，那个东西怎么做，你会觉得这个游戏好复杂，他妈的好好玩的呀，好复杂。妈的，我就喜欢复杂的游戏，这个游戏我喜欢啊，就会有这种想法。对，因为采物资啊，这个干什么这个东西啊，你需要去慢慢的去摸透，啊，做这个是干什么的，做那个是干什么的啊，这个有什么用，那个有什么用。啊，是吧？你了解这些之后，你会觉得哇，这个世界好大，哇，还有好多东西我没有学会啊，哇，好多知识啊，哦，什么的，是吧？求知欲，勾起人的求知欲啊，这才是最重要的，是不是？那不然呢？那白扯。啊，一v一也是蛮复杂的啊，这是我们战斗力啊，一v一也是蛮复杂的，差不多，反正。这个游戏也差不多吧，也差不多。看到没？我刚才一艘战船就把老外打爆。你说我这样，我们这样保护国，保护中国人，是不是很安全？啊，你们所有玩官服的中国人都可以到这个岛上发育啊，想怎么发育就怎么发育。我们保护你们呢，是吧？我采点果汁，
啊，这个上面我们准备造家，啊，把家放上面。不是我那个，我虽然现在得了绝症，但是我会治的啊，会治的。我左下角是病毒，病毒这个现在是三级感染，如果五级感染我就要死了，死了就人物报废啊，创个新号，要解毒，解毒的话必须要训个霸王龙。我现在想个办法训个霸王龙啊，搞个霸王龙，因为这两天本来都训好了，妈龙都训好了，被人给那个，被人给坑了。这绝症绝症，癌症就是癌症啊。我现在是癌，我现在癌症的话，我现在要吃三个解毒剂。对，给你们看一下安，来给你们看一下安，然后再去训霸王龙，好吧？给你们看一下安。不是没有训雷龙，那雷龙老是被老外打死了，每天打架，每天跟老外打架，知道吗？每天打，从早上打到晚上。你妈那么大个，那么大那么重啊，对不对？你不是说训了就不死？我们训了好多，都鸡巴死了，都死了。创号要钱吗？不要啊。哎，我刚才安放到哪？放到哪里？放到北海号是吗？是北海号吗？92级霸王龙被国人打死了，被内奸打死了，不对，是被汉奸打死了，被汉奸打死了。我要是四级感染的话，我马上去治病了。反正现在一定要治病了，不治病不行。那个封神硬狼不在这个，不在这个，找一下找一下，传说的，在这个中。啊，咱们那个要不要现在把这个小家给弄一下？弄一下我就带他们弄材料了。什么家？你说那上面的家？不是，就咱们建一个咱们自己的家，先建一个小的防御做好。那做好了，那上面你看，上面的家没防御啊。啊，你说种点食人花什么的是吧？那种吧。对对对，那种吧。我去搞霸王龙，我去搞霸王龙。这哪一个船来着？战神号吗？哎，封神平台在哪一个？长途啊，帮我找一下来，长途。我刚没注意啊，随便放的。战舰二号的。哪里啊？二号或者在大龟船的。哦，大龟船是吗？战舰二号或者在大龟船。大龟船是吗？大龟船。这三艘是其中一艘。这个大龟船，你把从早上开到晚上。这大龟船有意思，大龟船化肥，我放哪了？咳嗽生病了吗？到时候治吧，好吧。我这么跟你们讲，我就算治了也会被他们传染，但是感染一级病毒不碍事，不碍事，没关系。应该是这个，这个船吗？这没有。你问一下谁捡的呗？我放进去的。哇操！传说封神翼龙平台安，真是传说啊！这老外有钱呢，这老外，我还没注意呢，哎呀，我操！把我的斧头还给我！哎呀，是哦，是哦，是哦，81点防御力呢！我好不容易做了一个斧头，哦不对，好不容易修的。我操，好赚！这尼玛，今天就是这他妈顶一个家的物资啊！这顶一个家的物资，这个好他妈有钱！我尼玛，好他妈有钱啊！真是一个家的物资，这个平台。传说封神一龙，我尼玛，这几万个铁啊，几万个铁，哈哈哈哈，几万个铁，几万个皮啊！
不知道，真是传说。传说，传说，传说，哇，超牛逼啊！嚯嚯，尼玛，真他妈爽！我锁了，设密码了。不知道，我今天又立功了。哎呦！哎呦，真尼玛！我锁。嗯嗯嗯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哎呀，我倒是希望现在老外再过来继续送啊！现在老外怎么不讲话呢？啊，老外 ，A G E Dog 讲话啊！怎么不讲话了？有意思哦，有趣哦！我去运个牛龙啊，搞个牛龙玩一下吧。牛龙也可以解个毒啊！尼玛，哎呀，没实在没有霸王龙。牛龙也可以啊，我去找一找。牛龙我们有好多安。啊，对，都养几头牛龙嘛，然后到时候我们三四个牛龙过去沼泽，你把打这个水质快得很，做解药快得很，走。搞不到霸王龙搞牛龙嘛，哎呀，蛮烦的，霸王龙蛮烦的，我去炸烂头。啊，把这蝎子吃上200斤。嗯嗯嗯。多个电脑已砸，多个还好，多个他是从早上九点钟，然后那个做战舰做到现在，然后战舰被我们毁了，这样的。这个剑齿虎也可以搞，几级的？那个荷兰人就哭了，荷兰人200级顶级风神翼龙，加上一个传说平台。80的垃圾，垃圾不要了，把扎。豆哥其实还好啊，一般般，还好。豆哥上线了，豆哥，啊，豆哥再点点点，再点点。豆哥 ，Let me go，Let me go，Let me go。哎呦，谢小熊啊，谢小北，谢谢，有趣，哈，有趣啊，哈哈哈哈哈。他给我竖中指是吗？啊！啊哈哈哈哈！啊哈哈哈哈！对面有几个那个剑齿虎？是吗？我过去看一下等级多少级啊？怎么把岛上的东西训一下的？剑齿虎也可以去打点皮什么的。多少级的？我看。可以去打点皮的。级别太低了，级别太低了。他直接扎死吧。一级不要，垃圾啊！四个剑齿虎呢？四个剑齿虎，恶魔岛全是老外打你，你要联盟，你要进部落啊！在恶魔岛的部落有几个？我来跟你们联个盟来，这样的话就不会误伤了。嗯，会飞的猫一个是吧？还有谁啊？还有谁在？蝎子啊，对啊，这个吗？来，你们酋长哦，不，你们的队长跟我过来联个盟来。大白萝卜，哎，楚大，等一下，能联盟吗？楚大，哎，你过来，哪个是队长啊？我是大白菜公会的主播，联个盟。啊，来，你是队长啊？你们的裸体呢？来，给你点装备来。啊，不是，我没有装备，这个不用你管，我这等级没够，等级够就可以做了，这个不用你管，你先帮我联盟就行了。啊，好吧，感谢你送的装备，我眼泪哗哗的。哎呀，我操，跟你联不了盟，联不了盟，大兄弟。下次矿洞呢？谢呵呵送的大瓶。不是你不是酋长吗？对，我是酋长。那可以联的呀，你是酋长。看他哪联啊？我没联过，我操。没联过盟，联盟在哪里联盟啊？我没看过联盟啊。管理虎群等级，管理模式，组建新的联盟。
快点，这儿有。来，行，进来吧，来，快点，进来吧。哦，这样的，这小张去联盟从哪边？来，进来吧。来，进联盟。这生命是一种绝对，谢谢。一边进一边打。不是你邀请我进你部落干什么？行了吧，应该可以了。没有联盟，没有联盟，小心子弹。老虎！啊，大惊小怪的，我还以为老外呢。哎呀，老虎，老虎，垃圾！来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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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你妈！我大白菜，我点你，我点你，然后你对我点一就可以了。你不要，你不要，你不要点操作啊！不要点操作，知道吗？你对我点一。Okay.对，对我点意，有提示之后对我点意。你怎么晕了？蝎子，我知道。啊！谁让谁让谁让蝎子蛰了我一下？大兄弟怎么跪着了？来，站起来，好好说话来。蝎子蛰了我一下，我肯定晕了。啊，这蝎子毒性很强，小心点。行李吧，开始。一百毒性很强。啊，我给他喂个白果子来，给他喂个白果子。你说好好的讲话给我跪了，突然，哎呦我的妈，吓我一跳呢！哈哈哈哈，谢谢蛋，哈哈哈哈，你妈这体位。行，还有谁啊？还有谁？好了，进联盟。好，行，搞定，可以了。你试一下联盟能起我们啥吗？来，你看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你看一下能不能起我蝎子，试一下。不能，联盟是不起蝎子的。啊，那不能就好，怕你起我蝎子。我走了。起不了，你家没办法，你妈去的。谢谢点点点送的萌。起我蝎子怎么办？嗯。牛龙，哎，那个有牛龙，把他晕了，把他晕了，有麻醉不？我蝎毒扎吧，我蝎子扎啊，我最大啊，我最大，得帮我倒几了，看吧。有一个金牛龙，还有一个金牛龙。你妈这不行啊，这个。你妈这么脑残。妈八级的，这几级啊？别打，别打啊，别打！我一百二十级牛龙，我操，一百二十级的，别打，别打！我打，我扎晕，我扎晕！啊，这个杜哥在放我直播间是吗？麻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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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麻醉？麻醉一下，帮我！谁有麻醉剑？谁有麻醉剑？我打死了，我打死了，一百二十级顶级的，顶级的，顶级龙，顶级龙，顶级龙，谁有剑？谁有剑？麻醉剑谁有？我有麻醉剑，但是我没有弓。麻醉剑谁有？哎，这上面的，丢把弓给我们，丢把弓给我们，丢把弓给我们。麻醉剑，麻醉剑，麻醉一下，麻醉，我打死了，我打死了。站到我家上面来，是吧？我再干他要死了，我不能干了。快死了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！我操，一百二十级了，我他妈顶级啊！这个，他晕了，他晕了，他晕了！我赶一下，我都还得赶一下啊！单身狗，别打，别打，别打他！我不打，我不打，我不打！你们射，你们射，你们射！我赶，我赶，我赶！一百二十级啊！三哥发现男一110级齐贝龙是吗？啊！哎，麻醉来，麻醉，麻醉，麻醉，快，麻醉！我把堵住，把堵住，不能晕到海底啊！不能晕到海底，从海边往上赶，从海边往上赶，从海边往上赶，对，往上赶，上面不要站人，上面别站人，往上面赶，往上面赶去。我们从海边开始射，从海边开始射，我在顶呢，在顶伤害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不要麻醉了，先不要麻醉了。都晕海里死了，晕海里死了，等会儿。我赶一下，我赶一下，我赶一下，我赶一下。
他怕我，操，他怕我，你妈！别下去，大哥，大哥别下去，别淹死啊！有话好商量，有话好商量好吗？有话好商量好吗？别跑，别跑，哎，别跑！没麻醉的让一下，没麻醉的让一下。我赶一下，我赶一下，没有麻醉让一下啊，让一下，那浑身血。走啊，过去，过去。过去过去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乖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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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哎呀，乖啊乖啊，快上岸，上岸上岸，上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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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哎哎哎哎，哎呦我操，打我了打我了，我紧张，你妈怎么赶不到，赶不上去。不行不行，我引一下我引一下，麻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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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麻醉啊，蝎子要死了，哇你妈，哎呦他又跑到海里去了，我操，又鸡巴跑了，棍子也可以，我就把他混在海里面，弹弓弹弓棍子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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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往这边引你，又鸡巴跑了呢，他没跟着，这是小弟送的这个大宝剑，他会自己回来的，他会自己回来的，他现在没血啊，有没有肉，有不有没有肉，给我蝎子放点，腐肉也可以，腐肉可以，我有肉，我有肉，我蝎子放点，来，来过来，放肉回点血，放点肉回点血，放肉回点血，等来吧，等来吧，要不我们用木棍和那个木棍，可以可以可以试试吧，你们用木棍吧，用木棍敲吧。这个这个龙要要养120顶级的，顶级的好牛逼，我都不敢打了，绝对要养，绝对要养，不要下海啊，不要下海，把它往上面追，把它往上面追，卡住，把它卡住，把它卡住，把它卡住位，把它卡住位啊，卡住位啊，卡住啊，把卡住，不能不能下海，不能下海，它不能下海，它不能下海，啊，不能下海，不能下海，生化标识是生病了，生病了。哎，卡住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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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位置好，翼龙先别在这里，翼龙别在这里，这个位置好，这个位置好，这个位置好，晕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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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翼龙先回家，晕他晕他，又鸡巴想跑啊啊，快晕他，别杀了别杀，千万别杀，千万别杀，我那个神器棒子被老外偷了，被老外偷了，这个石锁把他捆住，哇石锁不浪费吗，石锁把捆住，有麻醉吗，麻醉麻醉下来，楚大先让他回下血，这样的话要死，我感觉麻醉的话能麻醉两下子，他应该谁都不要赢，谁都不要赢，让他去让他去，他在战斗状态，他回不了血，回不了血的，没有肉，大家都离开离开离开，死一个人就可以了，死一个人就可以了，啊再回再回，回得慢回得慢回得慢，这个要养，这个要养，我不能咬，咬死了，等会攻击力太高了，攻击力太高，他老看到我跑呢，为什么跑啊，家里面没有麻醉，要现做要现做，我这只有三发，三发有必用啊，那三发呢，没有用呢，三发这个一定要训，这个一定要训，我之前搓剑搓的很多，搓麻醉剑搓的很多，他这120级的好牛逼，这个是顶级龙，训了之后你妈200多级，我操200多级，超屌啊，这龙超屌啊，这龙超屌啊，官服的龙是比私服聪明很多，官服龙很聪明的，很聪明的，
单身狗要死。下蝎子干什么？下蝎子让蝎子跟他打，你妈蝎子几下把扎死。这蝎子也顶级蝎子啊，顶级蝎子会死的，会死的，不能打。一龙先回家，一龙先回家。哎，你们有多少发麻醉？有多少发麻醉啊？啊，有几发麻醉？麻醉有几发？麻醉有几发？他不回，他不回血，不回血。爷妈，我先拉远一点，我看一下，多远一点？这我们种的菜啊。我种的菜啊，那蝎子游泳好快哦！谢谢楚小小送的小屁股，三级病毒，三级病毒不是三级病毒吗？那很正常啊。啊，我昨天是拿弹弓打的，那是霸王龙。谢谢酸菜汤送大瓶。楚大呢？我们来联盟的。干嘛呀？哦，等一下来，你是酋长吗？我们来联盟啊。是酋长吗？是啊。好。是啊。来，勇敢的心啊，小层层啊，63级了，来进。对啊，不是，我拉你进联盟，我拉你进联盟。来，谢谢未来人送的龙。好，行，好了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们家就现在你们部落旁边啊。行行行，老外来了跟我们讲一声啊，把他打跑啊。谢谢毒牙。好好走喽，不怕内奸吗？联盟，我保护他们。你们玩的游戏啊，被老外欺负了就来这个岛啊，这个岛是我们的啊，放心，这岛是我们的，老外不敢过来，过来送他死。谢谢何浩送的萌，保护你们，保护你们。喽，咳嗽家族，咳嗽家族，你妈！哎，龙呢？怎么样了？龙还没回血呢，这龙。龙让他卡了吧？多少发麻醉剑啊？报个数呗。多少发麻醉？有。啊，我感觉蝎子毒性不是很强，我扎他的时候，你妈感觉。扎的好慢，蝎毒攻击力太强了，我差点把他弄死。没有吗？那我去搓一点吧，我去搓一点。哎呀，我去搓一点吧。来，回来搓，回来搓，就把它放着吧，把它放着。回家搓麻醉，回去搓一下麻醉，来，搓一下麻醉。啊，大老爷们在做是吧？多做一点啊，我们回去搓一点。搓大概60发麻醉就可以了，60发。啊，保险一点吧，70-80发吧，还保险一点。回来搓。老大，我在南一看到了一个雷龙，119的。是吗？是雷龙还是脊背龙啊？对啊。雷龙吗？雷龙龙。啊。110级雷龙啊。对。110级雷龙，以后再炫吧，以后再说吧，那太大了。不方便，解虐。好吧，好吧，回去搓麻醉剂。哎呀，不搓麻醉剂还麻不了啊。谢谢鱼送的15个好萌。病毒要治，把这个养几个牛龙，我们去治病。把这个刚才那个120级龙质搞好了，咱们去解毒啊，去解毒，去把我们的癌症晚期的患者都治一治，哈哈哈，包括我自己，我再不治我这个人物要死了。咳嗽倒没什么，我主要怕我人物死了。王大帅，用这个王大帅这个船来搓麻醉。当当，
咦？那个，你们帮我搓点麻醉吧，我搓剑啊，我搓剑啊！谢谢我们的大宝剑送大的瓶。古大，黑虎来了。啊、多少发？多少个麻醉啊？自己看，在龙身上。谢谢都，谢谢 B 送的30个怼，谢谢 B。不是不在乎人物吗？那快，那没有没有，哎呀，我这属于不见棺材不掉泪。你说一个人啊，他知道他10年之后他会死啊，他可能开始伤心一会儿啊，后面就习惯了。他要知道他10天之后会死啊，他就急得要死。就比如说我，是吧？没关系。放哪了？啊，放哪了？丢那么多肉呢？麻醉啊！麻醉，大老爷们，麻醉啊！哎，谁有生肉啊？谁有生肉？妹子，妹子，你为什么喜欢玩黑人呢？不干，你们在干嘛呀？妹子，你为什么喜欢玩黑人？为什么？喜欢玩黑人是吗？不是你说的吗？那玩黑人在黑夜中别人发现不了吗？是啊，对啊。哎，好，你怕被人发现吗？对啊，然后我就捏着黑人。那你喜欢黑人吗？啊？觉得白人比较好看哦。喜欢你啊？喜欢我呀？哎呀，是吗？哎呀，我的喜欢我打我干什么？那是吗，妹子？那个，这样吧，然后那个你加我 YY 后啊，我们下了直播之后开个视频，看一下你家长什么样子，好不好？看一下我家长什么样子？对呀、啊，你家呀、啊。我家长什么样子？是啊，你家。嗯？我的麻醉要吃。啊，搓完了吗？麻醉剑搓完了吗？啊！我你妈，我想搓点剑来着。我这边借。30、40。我这边73发剑，你妈没有随时跟毛草，我就搓点剑吧，搓点剑好了，搓点剑。老外被打爆了，老外呢？老外，想到老外是搞笑，真搞笑。好，这。老外是真逗啊。啊，尼玛是真逗啊，是吧？还跟我逗呢。差不多，我这边建够了。我需要80个麻醉剂。需要80个麻醉剂。那个有谁有肉啊？有肉给我点，我做点腐肉来，做点腐肉。有生肉的啊，有生肉的。有生肉的来这个。有生肉的人来这个，来这里。来这里，啊，来这里，来我这里，给我点生肉，我做点腐肉，还有黑果子帮我拿一点。那个大老爷们在哪边搓呢？在哪边搓？我没看到你啊，大老爷们，给我点生肉吧，生肉分成20组，4分钟就可以做20个麻药了。生肉有吗？谁有生肉啊？一龙身上有吗？这是全。好了，一龙不多。哪个船拖呢？小船在呼唤。我才20个麻醉剂。小智，等一下，砍点生肉。现在去黑果。去黑果啊！拖了20个，黑果三角龙山有。
十八个。没了。给我肉，给我肉，给我肉。大王。给我生肉，给我生肉，我去搓一点。大黄。来给你。给我生肉，给我生肉。不够啊！我再找点尸体刨一下，找点尸体刨一下。有没有灯光师啊？灯光师跟着我一下，灯光师跟着我一下。天幕下来。嗯。灯光师。哎妈！谁帮我开一下门？我中石灯花，要开一下那个门。灯光师开下灯，灯光师开下灯，我们在做事呢啊！帮我开一下门，我去中石花。开灯来。我找一找，耶妈，那么几块肉都没有。大龟船好像有很多肉吧？大龟船下雪，下什么雪？还下雷呢？还下雪。鲜果子，谢谢无奈送的萌。啊，那个金牛龙先不要打，不要打，那个是我们要驯龙用的，我们驯龙用的那个呀，要驯龙用的。哎呀妈！你可以帮我看一下 GPS 啊 ，GPS， 我要生花。哎呀妈呀！哇！看见上面有个门。哇、哦！好吧，就这些生肉吧，看多少个。哎呀，不够啊！谁身上没有装备的，有没有没有装备的牺牲一下来，我把你们刨了，我把你们尸体刨了。有没有为团队牺牲的，有哪位大兄弟愿意为团队牺牲一下啊？为了团队我们训个龙奥博是吧？哦，五块生肉来。还有谁为愿意牺牲一下，谁愿意牺牲一下啊？有没有，有没有愿意牺牲一下的人？海棠，四块肉吧！我的妈，我的好人肉，我的好人。小 B 来，小 B 来，我自己拿，我自己拿，我自己拿黑果。没办法，为了团队，啊，为了团队，我们团队需要这些物资，需要来做，需要来做。你们自己拿你们自己身上装备啊，自己拿自己身上装备。为了团队，为了团队啊，为了团队，哈哈，那么总得搞点龙解毒啊，我想办法解毒呢，想办法解毒。还有为了团啊，来长臂猿来，装备死了自己捡，自己捡，自己捡。来，我这里有，来，这里有腐肉，来给我点，给我点，给我点。把蝎子砍了，怎么可能把蝎子砍了？我的天，你开玩笑啊，顶级的好吗？好，够够够了，够了。我的包怎么没了？去那个把那个三角龙给我，把三角龙给我。我可以把三角龙骑给我，骑给我，我在分东西。三角龙在这。骑过来给我，骑过来给我。我分组，分组，分组分半天呢。分组。团队不会忘记你们对团队的付出啊。等会给你们去做药啊，去做药给你们解毒啊，给你们治病啊，病不治不行啊，对吧？我给你们治病去。我尼玛，我这要分一百组。老大，我身上有我身上有20多个麻醉剂啊，我扔地上。就这样，给我来，给我来，给我来。调好了之后，我去把那个包20个。那个红 QQ， 你帮我做那个，帮我做两个卤工，帮我做两个卤工。我分肉之后呢，我自己去采果子。我知道了。嗯，这什么游戏？这游戏叫做《方舟生存进化》，然后打老外的。哎，就是饥饿游戏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一群现代啊未来人类，然后那个他妈脑残。然后他们搞娱乐活动啊，搞电视节目啊，这是电视节目。然后呢，这个呢，把所有的人类啊，就是参加电视节目的人类啊，挑战，任何挑战成功的人都可以获得无穷的财富啊，是这样的。
把人类穿梭到古代啊，穿梭到古代远古的侏罗纪，在侏罗纪这个厮杀征战，跟人打，跟龙打啊，怎么的？就这个意思啊，就这个意思。我们呢是跟外国人打，因为全是这是游戏全球联网啊，全球联网有很多老外啊。今天每天我们都跟老外打仗啊，今天呢也是打了两波了，打两波了，晚上可能还要打一波。但是在打一波之前呢，因为我们部落人全部生病了啊，中了艾滋病啊，我现在是三级艾滋病感染，如果再不治疗的话，我可能就死了，就这个白完了，号就废了啊，就只能重新练号。我们部落的还有五级病毒感染的啊，很严重，很严重，所以我们要训一头龙，然后再去治病。谢谢小距离。哎，严重啊，严重，果子很多哎，帮忙采一下黑果子呗，帮忙采一下黑果子呗，其他人帮忙采一下呗。我身上有三个弩弓，我扔地上了。啊，多采点吧，多采点，等我一起放三角龙身上。等我喊集合，我喊集合，这样快一点，咱们把那龙晕了，把那龙晕了，然后等会饿一会，饿他一会儿，然后你们无限做黑果子，把那龙晕照顾好啊，120级啊，有安的有安。这个艾滋病传染的，对。游龙放在那边放着呢。我是女工，我放在这个三角龙身上。我现在初见。谢谢星夜，谢谢纯夏送的666，谢谢纯夏，没有打死好吗？我没有打死。放两个弩，我放到三角龙身上，是吧？就放果子就行了，黑果子。踩点，去踩点，去踩点。用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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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病。谢谢纯夏送的3组666。三楼踩果子好慢啊！我尼玛，好慢。那我去看，我去种食人花，要不给我个权限，我开门。那个给食人花包种子，真的。食人花，谢谢纯夏送的7组666。啊，你找他们要吧。谢谢我们的小药送的6组666，谢谢啊，一组六六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我们的陈夏，谢谢小辉送的2组666，谢谢。啊，哪个右键？什么右键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还训一只猩猩，快点训一只猩猩！我操，训猩猩，训猩猩干什么？啊哈哈，猩猩。星星那个东西，你妈的逗逼，猿人吗？猿人逗逼啊，太逗逼了，还30多个呢，两个十字弓，才采了30多个黑果啊，采那么慢啊，采果等会集合啊，采果等会集合。封神甲龙推土机，对呀、啊，封神甲龙是打铁也很难，哎，麻烦。虽然打铁打得快啊，但是那样其实这些骑龙搞材料啊是蛮无聊的，因为官服必须搞材料啊，必须搞。谢天下我最屌，你不搞材料谁来搞呢？对吧？是不是？谢谢悟空，有金刚吗？有金刚吗？官服没金刚。你要说有也可以啊，我就这么跟你讲，金刚跟火龙呢可以召唤，召唤的话呢，你要去9个矿洞找九神器啊，九神器集合起来，然后就可以召唤。有也有，有也有。谢谢凄凉，把他们卡服了呢。我操！我不吃饭，你们吃饭吧。你们吃饭了吗？猿人可以自己采果子，自己采果子，他能采多少？猿人去老外吃过了，都吃的什么呀？鸡蛋炖蛆，红烧龟头皮，红烧蝙蝠头。好像那个
啊，像那个广州那边呢，还有香港那边，是不是很喜欢吃这些大蜈蚣啊？怎么不敢吃啊？据说很好吃的样子啊，又想吃又不敢吃，哈哈哈！大蜈蚣啊，大蜘蛛啊，我的妈！谢谢哒哒，那炸的那个，你们有人吃过吗？那大蜈蚣你们有人吃过吗？大蜈蚣，据说跟小龙虾差不多，哈哈，据说跟小龙虾差不多。牛排吃过蝎子，蝎子倒没什么，蝎子我觉得像螃蟹，倒没什么。刚刚你的朋友做了红烧龟头皮给你吃，你朋友是护士吧？啊，他们那医院的各包皮的，其实那个包皮啊，那个包皮吃了很补的，吃了壮阳。哎呀，很贵的包皮。还有两种做法，那个包皮啊，第一种做法呢就是那个修补处女膜的，修补处女膜用的。第二种做法呢就是吃，可以吃。嗯，98个了，每5个做一个麻药，可以做20个麻药。老干妈拌面，姨妈拌面啊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啊，要是有雷龙的话，你妈随便一扫就好了。这你妈采果子采到什么时候？我采个200个黑果，啊，他们应该那边能采个100个黑果，啊，就可以搓麻醉了。我得了20块腐肉，红烧头皮屑，头皮屑。头皮屑，那我之前看那个，就是之前啊，就是看到那个在路上啊，就是修车的啊，修车的一个老头，他呢在那边抠鼻屎，我一直盯着他看啊。那个时候，这个夏天特别热，我坐着休息呢啊，那个老头一直抠鼻屎啊，抠出了非常一大一坨，然后他手啊就一直在玩那个鼻屎，一直在揉，一直在揉，揉成一个团。后来你们猜怎么地了？他居然把那一团吃了啊！他嘴巴张得很大，把那个球丢得很高啊，然后一口一吞。哎呀，我的天！那你们还，你们还秀了把操作，秀了把下颚，秀了把嘴巴是吧？哎呀妈，那种东西能吃？你们有人试过吗？啊，有人试过吗？而且据说呢，这个中国呢。怎么说呢，中国有1/10都是精神病，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啊，比如说我们在看直播的观众，你们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神经病啊，精神有问题。我觉得我精神也有问题，肯定有问题，我你妈肯定有问题，要治啊，要治。好，多少果子啊？哎，200多个了，再踩一点啊！谢谢毛蛋子送那台挖掘机，牛逼啊！谢谢毛蛋子对主播的支持，谢谢。哎呀，精神病很重要，我们很多啊都是抑郁症。你看你们很多人啊，这个现在啊，天天的玩手机啊，社恐啊，啊。这个怕走出这个社会啊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啊，也不敢跟外面人讲话，什么什么东西都在网上搞啊，表白呀 啊什么玩意谈恋爱呀、啊、都在网上啊，什么都在网上，现实中就不敢了啊。谢谢无情人，我还好，我不怕，我不要脸。我不是这样的，我不是这样的。我有什么就说什么，我无所谓，这老鹰找死啊，老鹰顶死。 OK， 不行，负重了，哎呀妈，来三龙骑下来，骑下来，先把三龙骑一下。 Hello， 别跑，谁骑一下三龙，来集合一下，搓麻药了。
去训那个牛龙，训牛龙，泰坦龙，泰坦龙，刚才不是看到了吗？鼻屎一样疼，哎，鼻屎一样疼的，你怎么不说烂脚泡一样疼呢？烂脚绿豆汤啊，那绿豆汤很多，那个烂的绿豆啊，其实是别人的脚皮皮啊，因为那个绿豆啊，他们的绿豆汤有的地方很好吃，都是用脚把那个绿豆踩烂，用脚把那个绿豆给踩烂，然后说不定里面还有脚皮皮呢啊！尼玛，1块钱一碗，谢谢过客阿姨，谢谢。很多绿豆汤都这样的，一般的绿豆汤呢，它是没有那么烂啊，它用那个烂脚踩过之后它就烂了。谢谢红尘，谢谢。是这样的。这个我们来这个王尼玛的战斗挺击瓶啊，你们有果子的啊，有果子的给我送一点黑果的王尼玛战斗挺击瓶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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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做了100多个腐肉啊，可以做53个麻醉剂啊，当然9个多发剑吧啊，可以训了。有黑果的往里面放一点啊，有黑果的往里面放一点。我去训那个牛龙，哎，搞定，哎呀，做完了，哎，做材料累啊。哎，谢谢你挺能闹啊，孙子龙。阴毛炖鸡蛋，阴毛能毛能炖鸡蛋呢啊。金毛炖鸡蛋，你怎么不说高丸皮包蛋呢？高丸皮包蛋包饭啊，谢谢小周。或者脚皮包饭，脚皮包饭包蛋，或者鸡蛋包饭包脚皮啊，是吧？都可以啊。得。就放点黑果，时间不要往里面放，时间不要放，时间不缺，我拿一点吧。等这个麻醉药做完了之后，可以去楼了。暖蛋，谢谢黄龙送的饭，谢谢。哎，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《英尺》啊？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《英尺》？《英尺》。那个电影啊，哎呀，我就不说了啊，你们应该能猜到是什么内容，一个禁片啊，一个禁片。谢谢点，看到吗？还不错啊，还不错。片子比较老。对，英尺是什么呢？英尺，谢谢哥啊，我上个厕所。哎，好了，来了。哎，下水道美人鱼，人体蜈蚣。哎，反正人体蜈蚣第二部啊，是我看过最变态的电影。那尼玛，一个胖子啊，想象一下，他逮来10个人，他把那人呢，那嘴巴跟屁眼子缝起来，10个人呢一排啊，我的天！就比如说第一个人啊，那个胖子喂第一个人吃饭。第一个人拉屎给第二个人吃，然后刚好接到他嘴巴里面。第二个人拉屎到第三个人吃，第四个人拉屎到第五，这屎越来越稀，越来越稀。他最后逮的一个妹子呢，是这个，是一个妹子啊，最后一个人是一个妹子，然后他抱着妹子菊花，啊，那十几个人啊呜嗷叫啊，算了，不讲了，好他妈变态啊！哎呦，谢谢点送的棒，谢谢。你想象一下啊，
如果我的嘴巴跟别人的屁眼子缝起来了，哇，我的天，那多难受啊！那只能吃屎啊！他妈不吃也不行啊！啊，是不是？继续寂寞，去长宿英雄墓。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管理啊？难过啊，罪过啊，罪过。Hello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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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呸！麻药18。黄秋生演过的人肉叉烧包啊。哎，那个。啊，那个还给我调下他的神话模式的，调一下。那个还行啊，那个不算太变态吧。上面还行哈，模式调一下。还行。你要吃肉吗？我不要肉。那个神话模式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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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。等一下。战神号模式，战神号是关的，关的，他没有。那我讲一讲英尺啊。哪个带我去？英尺就是某个地方有一排牙齿呗。你还能怎么地？谢谢小 H。这说的那么，这电影名都那么明了了，对吧？讲一讲英尺，谢谢米斯的魔。我不能讲太露骨啊，我只能给你们旁敲刺激一下，是不是？你们再问我又不好意思不回答。哼，还有6坨，还有6坨麻药，6坨。我尼玛，做了100发麻醉剑啊！啊，谢胖大海，3个，最后一点了。飘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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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喜欢这做材料的声音。飘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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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搞定啊，干那个牛龙啊，可以了可以了，来干起来干起来，100多发麻醉剑，我你妈够他麻的了啊，来。哦，等一下，我身上还有黑果子啊，还可以做20发，等一下。哦，没有发现，我搓20发麻药。先搓着吧，先放着吧，可以了。那20发你自己拿吧，20发你自己拿。啊，等会这20发啊，不要作贱啊，不要作贱，等会驯龙用啊，驯龙用的啊。来，过来帮我驯一下来，过来帮我驯一下牛龙来。来几个人帮我卡个位置来，来几个人帮我卡个位置，帮我驯一下牛龙。谢谢无言。为什么钉钉上有白的？那很正常哎，白的那不很正常吗？你把它挤了，谢谢浮生若梦就可以了。那是炮，挤了之后钉钉会变大。那怎么回事？你卡住不动了？蝎子不要扎啊！蝎子不要扎，不要起蝎子，海棠，不要起蝎子，不要起蝎子。后来几个等级高的帮个忙来，帮个忙卡个位。啊，把这个龙训好了之后就解毒，龙训好了解毒。清真，呼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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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3级病毒你们都知道了。今天你们不知道我光会战绩，哎呀我去，想他们想笑啊！啊，谢谢经历过绝望嘛，宋浪。没有吃饭，北一两个老外把你干死了，北一两个老外把你干死了，是不是？投奔，你们要是觉得哪边危险，你们过来这个岛，来这个岛就可以了。啊，谢谢冷漠送的一大瓶，来这个岛照顾你们。哇，你妈这石头刨的，哎，我的去，都刨飞了呀！啊，谢谢蜡笔送的大蓝星，你们不知道今天战况啊，刺激的要死啊，我他妈笑死我了，心里舒坦啊，心里舒服。
哎，120级牛龙呢？哪去了？哎，牛龙呢？跑哪去了？这个船上的人知道牛龙跑哪去了吗？有人吗？啊，没有人。哎，我的天，是在这，不是下水了。牛龙呢？白菜，哎，停下来。啊，刚才那个120斤牛龙跑哪去了？不知道啊，我们在打那个精英呢，那个普通的没看到。不要打精英，那精英要驯龙用的。不要打精英了，驯龙用的要。嗯，跑哪去了？啊，刷没了？不可能！我刚做好剑啊！我操！我让他死啊！你妈刚做好剑好吧？是这里，是卡在这里，我知道卡在这里。蝎子想干嘛？在干什么？你要想干什么？你妈！不会吧？啊，没人看守啊！我要作剑呢。也跑不见了，我操！120顶级的，顶级的好吧？哎呀，对呀，我操，亏啊！我刚做好药，我的妈！我刚做好药啊，太亏了。太亏了呀！好吧，去搞个霸王龙吧，好吧。算了，100多发剑，搞霸王龙吧。嗯，算了，不要了，垃圾，不要了。肯定被他们杀了，啊，他们还不知道。哎呦，我的天哦！顶级的呀！啊！哎呀妈！哎，烦死了！龙啊，跑不见了呀！跑不见了，谁训的这些小东西啊？我骑翼龙找找吧。就在那边，刚才就卡位了，肯定刷新了，肯定没有，刷新没有了，就紫光那边啊，刚才就紫光那边啊，不见了呀，那个暴龙，哎呀妈，哎呦。肯定被他们杀了啊，这几个小辈子下面肯定有人杀了，肯定有人杀了啊，就这肯定被他们杀了，他们在刨石头呢，石头都跑光了呢，肯定被他们杀了。我是汉奸，你妈别的部落的，他们想杀龙，他也不知道我要训。哎，我的天，被人杀了，石头后面没有，被人杀了，已经肯定杀了，哪里有啊？
啊。那石头被人刨了，然后龙也被人杀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肯定被杀了，肯定被杀了。那就这里，他们把树跟石头全刨了，所以不见了，所以你们看不到。这样的，就这里。哎呀，霸王龙吧，霸王龙吧，哎呀。哎，对了，我们之前操的那个蛇，操家操的那个蛇颈龙啊，还在不在？那个蛇颈龙可以搞一搞。